昨天晚上洗很起了，结果呢这个雨一直在下，一直大早下到现在。什么时候才能晾干呢？已经下了好几个小时了。丝瓜还好，活过来了，啊，开花了，还没看到结果。前两天几乎干死了。哎，我的衬衫什么时候才能干呢？啊？什么时候才可以干？看这么大的雨，地上全是水。全是水，香蕉也不错啊，香蕉也绿油油的了。这个仙人掌会不会被淹死了？这么多水。